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，等您半天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师傅请吧。 师傅，我来吧。你看这里不冷吗？师傅，我女儿就在里面，你先歇会儿。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，还请师傅不要嫌弃。师傅，到里边屋去坐，我去做饭。 师傅，你能先把门关一下吗？没事儿，吃吧。只要别让我妈看见。别走，你在我妈面前把戏演完。 我不会说的，钱你该拿多少就拿多少。师傅辛苦了。 雪儿啊，你爸饭吃了？师傅来了就是不一样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妈，师傅教导了我很多呢。后天就是新年了，新年新气象。医生说了，过了新年，如果雪儿的腿没有什么变化的话，就一定能保住。雪儿，我给你拾到拾。师傅，请您帮我把春联挂上。 师傅，请你给我姑娘说，新年快到了，行吗？我回去跟她说说。看什么呢？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看见对面的饭店在挂灯笼。哦，如果我没拆穿你，你会对我说点什么呢？撑下去。我拿什么撑下去？你知道吗？我答应过我女儿。 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看他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和我爸爸车祸。我女儿是我的希望，你是你妈妈的希望。你的希望是什么？ 你喜欢看电影？我爱他。新年快乐。